张希文屋企有外猫 Louie 同埋狗狗 Nana， 两个宝贝更加不时会喺 Kelly 嘅 IG 上面出现。圣诞节就到 ，Kelly 今日就为外犬打扮一番，戴上圣诞帽嘅 Nana 即时可爱爆灯 ，Kelly 更加忍唔住为佢影低多张写真照。不过狗狗就似乎对新衫有啲抗拒啦，就算主人 Kelly 喺身边兴奋咁手舞足蹈，都一样无动于衷。面上面仲隐约流露住一丝不满嘅臭面，十分之搞笑。网民亦都纷纷留言大赞佢好可爱。